so clear. Now I dream a whole new world with you. 好了，没有吧，剪那么多。厕所都要停，没有说出来都那个不好意思，那个
女生真的是刚扶一下，那太紧张了。对对对，好可怜，很认真的在准备当中。所以也不用特别瘦身了。不用不用不用，当天就可以穿下 XXS， 清洁溜溜。嗯，紧张。那最后再推荐大家一下，就是接下来。谢谢。对，好，就是MTV 我爱偶像最新改版，就是变成我爱偶像之 Moonland， 然后希望所有的歌手啊、偶像啊、实力派演员，不管你是哪一个类型的偶像，我们都欢迎你可以来上我爱偶像之 Moonland 这个节目，我一定会给各位明星、各位偶像们最高规格的专访。如果你不便前来，我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如果你不便前来，我们也会到你方便的地方去，就你一通电话卡门，我们就是到你那种。其实有时候人家不方便是真的不方便。我们就是像樱花送安检的那种精神， okay, okay. 就是直接那个到你家去，尽量的。对对对，因为很多粉丝也都很想要看很多偶像私底下的样子，然后干嘛的，就是如果方便的话，我们都会完成大家的心愿，这样也争取大家最多的。好，有机会帮大家争取一下那个。我们有讨论一件事情，是到露露家住玩。对，哎、欸，怎么不是到你家？家不方便，可能会太多人。喂，